这边。你什么时候到的呀？也不回家吃口饭？我中午就到了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这不前两天去了趟青岛吗？我看这海鲜不错，带回来给你尝尝。哎呦，你又买这个干什么呀？这么贵，你现在跑趟长途才多少运费呀？乱花钱。哎，买给你就吃呗，我得走了，还得跑趟内蒙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在家包了点饺子，你路上带着吃。行，我拿着了啊。你这趟什么时候回啊？哎，一个星期吧。你先回去啊，走了啊。你注意安全啊。你的海鲜得趁新鲜吃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这每次回来都没一个准点，我也没留饭啊，天都亮了。没事，我吃点这个就行。别吃这个了，我给你下饺子吃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海鲜呢。海鲜？你还没吃啊？那天我不是让你趁新鲜的吃吗？这么好的东西啊，我吃着浪费，留着给你吃，微经保存，新鲜着呢。但我这也是红烧的还是清蒸的，还真没做过这个。你想吃什么味道的？别忙活了，这哪有大清早吃海鲜的呀？吃啊，干嘛不吃啊？你这都辛苦一个星期了，我来做，你歇着去啊。走。